可以进牛跟秀王过来哈。我们这一次的比赛，我们要感谢先腾马业这边的这么积极的配合，提供这么好的场地以及这么好的一个服务哦。我们感谢，首先来感谢先腾马业，那再来也要感谢真龙真传啊，每次比赛都提供我们的矿员也都讲的选手，我们再次感谢真龙真传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要首先要来颁发 Senior Two 的得奖选手冠军黄金伟选手，请站上冠军讲台。亚军黄金宇选手，请站上亚军讲台。他们两位都是来自于田野马术训练中心，非常恭喜两位两位的选手，事实上他基本上哈，你们已经看到自己的成绩了。一个64.015%，一个是63.939%恭喜两位同样是来自田野马术训练中心的选手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请田野理事长许安静来帮我们颁奖，好，向奖台方向。好，我们请徐安静名誉理事长来帮我们颁发亚军黄建义选手，恭喜黄建义选手。好，欢迎奖金。好，恭喜黄建义选手。等一下哈，好，等一下，先放着。那两位先走，等一下，把你们的奖。好，来哥，来拍照一下。恭喜来自田野马术训练中心的黄金伟以及黄建义，成绩平均非常优秀啊。好。教练或是家属，教练家属一起要拍照的人请过来。这两位先整个天野马术训练中心的两位选手，接下来我们颁发非常救急的顾问，非常救急总共有7位选手，我们录取两位，我们冠军 Anton Prince Number One Champion Underway 马术俱乐部，再来我们亚军李宇恒，来自路易莎马术训练中心，我们帅哥选手。好，我们现在颁发，首先颁发李颖的部分，恭喜李颖，路易莎马术训练中心，还有矿员，好，冠军，好，矿员，好。教练好朋友家属可以一起来拍照，来教练，来教练，来来来，对对对，教练过来，快快快，过
选冠军选手林继勇选手，点头可以接话的林继勇，他都会跑出俱乐部。那亚军叶秀华选手来自故意大马术选手。恭喜两位常胜将军哦，常胜将军。奖杯抬高 ，Yes， 太棒了啊！两位是国内非常优秀的选手，也是非常竞争激烈的战友。不是你冠军就是我冠军，是不是？好，恭喜啊！拍照啦！好，来把家属员、好朋友拍照拍照。没关系了，继续。